冇愛係真係改變嘅程度係好，即係機會好微，不過都會有改。咁啊，何況係男女愛？男女愛真係好有條件性。當你研究美麗，當你研究對佢好好嘅時候，當你同佢好夾嘅時候，佢嘅愛可能會同你一齊，但有時都會一樣會走咗去。但係神嘅愛係永遠唔會走咗去，即係乜嘢事發生都好啦。你個大嘅山，呢、這個太平山，你會想象有一次我哋會去整個嗰個 playground， 一堆沙咁喺度，哇！我哋擔咗成個下晝幾個男仔一齊咁樣擔，即係小忽咋，哇！一個太平山你可以擔，即係實際上即係好大好大。但係就算呢座山移走，神嘅愛都唔會移走嘅。即係我哋深深相信神嘅愛係永遠都唔會走嘅。咁我哋嘅心裏面就係神啊，我可以好安穩喺你嘅愛中，永遠都唔會走嘅。我真係我心裏面咧，我真係成日提自己活在神嘅愛中，神亦都俾我一個好強嘅信息。我希望大家俾我嘅影響係，我知道呢度有錄音，如果你中意再聽翻啊，再聽翻再聽翻，即係真係感受佢愛，成日都活在啲愛中啊！你做乜嘢嘢你都好輕省嘅，即係好幸福嘅。哎呀，真係好啦！見到乜嘢都話，哎呀，真係好啦，好欣賞你，好開心啊！因為神喺你身上嘅工作，好欣賞你，感謝主咁。哈利路亞，個人就成日都開心。咁你乜嘢都處理到，真係你嘅重擔煩惱，神都會處理嘅。加拉太書二章十節，呢度最後呢度講到，他是愛我為我捨嘅，佢係愛我個人啊。好個人地愛我哋，有時我哋成日都話：，唉，我太卑微啦，我太微小啦，我太唔重要啦。但係神係愛我哋，就係 specific 愛我哋。咁有一樣我想講，喺經歷聖靈裏面咧，有啲人真係會有自我。佢話：點解人哋經歷咁多，點解我經歷咁少，或者我冇乜感覺？咁我想話俾你聽，呢、這個經歷唔係最緊要嘅。即係雖然你係可以經歷，即係有時某種原因我唔知，但係你冇經歷唔代表神唔愛你，即係只係不同嘅原因。有時就係人嘅身體不同啊，即係人嘅身體不同，或者某種原因嚇，我哋對於呢啲事情嘅敏感，或者我哋裡面有啲事情阻礙我哋。無論係乜嘢都好，神嘅愛冇改變。即係你要話俾自己聽，我冇經歷，但係神嘅愛冇改變，即係我感覺唔到某種原因，我唔知點解。但我哋都唔好俾人有內疚感啊！你唔夠信心，你唔夠信心，即係唔好指控。其實基督徒有一樣好重要，唔好指控。一句指控嘅説話，真係傷人好深。你發覺神咧，聖靈臨在，神指控喎。你祈禱時候，神好感動，去感動你，愛你，等你會悔改。神好特別噶，神唔會鬧到你懵曬。唉，真係好懵好懵啊！好啦，我悔改啦。神唔係咁樣嘅，神用愛，用佢嘅慈誠愛索牽引我哋。即係我一諗到神，我就好感動啊！真係神，你真係好。點解你會咁柔和、咁謙卑、咁有耐性嘅去服侍我哋，去感動我哋？我哋又唔聽話，咁佢都慢慢感動我哋翻轉頭。即係神就係咁偉大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記實神是愛我，耶穌係愛我，為我捨嘅，真係好錫我哋。我哋就唔好活就好似孤兒咁樣咁淒涼，即係有時都要留意。我哋有時有啲感覺咧係好少嘅，好少好少嘅感覺，但係呢種感覺都係傷害，無論幾少咁負面嘅感覺都係對我哋傷害。跟住咧，以賽亞書四十六章三節節有好好嘅，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嘅要聽，你嘅自從生下就蒙我保護。自從出胎就蒙我懷差，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發白，我仍懷差。我以做作，也必保護；我必懷抱，也必拯救。即係當我哋係 BB 嘅時候，神就保護我哋、照顧我哋。當我五六年班嘅時候，小學我曾經踩過一隻老鼠，我踩之後俾佢咬咗一啖，跟住我摸一摸有血嘅。嗰時黑掹掹，我睇唔到，乜都睇唔到。但我嗰時乜都唔識。咁我照翻屋企，翻屋企之後只係即係抹咗血，又冇用任何方法，乜嘢都冇，咁啊照舊生存。但係神就保守我，我係冇遇到咩困難。即係如果今日你咬到俾老鼠咬到，我相信你一定走去醫院，就可以睇下打咩針。但係神保守我，我有三次嘅交通意外，係三次可以死咗嘅，即係我今日可以唔係企喺度嘅。
但是神保守我，神真的抱住我们的，神抱住我们，但是我们呢就在我他的怀抱中，哎神啊你不爱我啊，哎呀没人爱我啊，哎呀我好惨啊，即是我们其实呢在神的爱中就好像浪子，就在中说我不配做你的仔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罪性情对我们的指控，所以你不要被罪性情指控，告诉我神一直抱住我们的，神一直锡住我们，是真的锡住的，真的很深深，我想告诉你我们天天可以很开心的。撒加利亚说这经文真的太好，本来我想早点完的，但我真的这里呢这句句我都想讲，最后这里呢即是讲到神对我们基督徒的爱，他这里讲到呢，他说呢我们呢神看我们拯救我们呢就是好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之上。这个冠冕是什么冠冕呢？即很可能就是神自己的冠冕，我们就是神冠冕上的宝石，他的装饰，神的荣耀就是在基督徒身上发出来的。即其实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是在世界上将神的荣光带到世界上，我们是神的使者，是神的宝石来的，是神所珍贵的，是很特别的，是神特别创造我们，因为有些人真的需要我们将他的爱带给他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受伤害，我们神医治我们，让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神所爱，神的宝石，也都能够将这个光辉带给人，我们是神很珍贵的，很看重的，如果你有粒宝石，你一定你会好好的收藏，你会很珍惜这个宝石，那么神看我们就是他的宝石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历代志下二十章七节，这里讲到呢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而耶稣呢他说我不再称你是仆人，我称你是朋友，仆人知道主人的事，这个经文我没写出来，就是主朋友知道他，即是我们知道朋友的事，神是好跟我们很近，当神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真的好，你是我们的朋友，我可以呢挨着你，可以依靠你，不单是朋友添，还是爱人，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真的可以全心的信靠他，因为我知道神真的很锡很锡我们的。谁个枉我们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就是我神眼中的同人，即是哪个人我亲，你想想，即是好像有个人有个好他很锡很锡的女朋友，有哪个人敢埋去跟他的女朋友，可能就跟他聊天他已经偷住了，现在走了拖住个手不放，在那里拖住手跟他聊天，他已经走了，你可以放下手跟他聊天，拖住手即是保护他，因为他很锡他，那么神是很锡我们，但是神那种锡就不是这样的，神锡我们就不像那些很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的男人，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即是没有神的爱呢我们的生命是很惨，但是有神的爱我们的生命就很光辉，真的很快乐的，是你真的今天可以回去很快乐，可不可以展示你很开心的笑容向我展示一下，还有向你周围的人展示一下，行不行？很开心的笑容，真的我们能够很开心，神真的爱我，神真的拯救我的，可不可以这样，真的很深深相信，深深享受啊，真的有福了，你可不可以这样，即我曾经都讲过，哎呀好欣赏这个笑我都曾經講過比喻啊，我都中意再講。我太太 Shirley 咧，佢咧就我就話佢咧真係得意洋洋嘅，佢好我任何講親嘅時候，佢咧講唔落去啊！佢咧即係佢好好反應嘅。咁我哋又好中意三寸注視對方嘅，三寸我哋成日都講嘅三寸注視，唔係啊，其實。三寸意思即係鼻哥連連鼻哥咁啊，眼到眼就三寸咯，即係唔係三寸離開嘅。咁我好多時見到佢眼喺度笑嘅，真係喺度笑。咁我咧真係神啊，多謝你。其實我哋可以成為一個咁嘅人嘅喎，你成為一個咁嘅人，你周圍嘅人都開心啲喎。咁我就話我哋都可以得意嘅，因為神好錫我哋。神啊，我可以得意嘅，因為咧真係咧，我係你嘅兒女，真係係好尊貴嘅。如果我哋係一個皇帝啊，即係今日冇皇帝啊，你係一個皇帝嘅仔女嘅話，你真係好得意啊！你咩都唔使擔心，咩都有人照顧曬，有人幫助你。咁同樣我哋有即係有神嘅時候，你真係啊，真係我真係好幸福嘅，真係咧，唉，即係。
幸福咧，真係難以形容㗎，真係好大好大㗎。可唔可以咁樣生？當你咁生，我話俾你，乜嘢捆鎖都冇曬。你祈禱嘅時候，乜嘢捆鎖都脱離曬。我盼望大家真係活在呢種嘅愛裏面。喺十四個經文嘅十三，以賽亞書43:4，因我看你為寶為尊，即係神睇我哋係寶啊！我成日用我太太比喻點解？因為咧，我覺得愛可以咁樣，我哋愛神，神愛我哋，我哋對人都係咁愛欣賞啊！我咧稱佢做心肝寶貝啦，好多好多歌，佢又係稱我做心肝寶貝啦，即係。咁我其實咧，我哋大家都可以咁樣嘅。其實我見到一個媽咪咧，我見到媽咪咧，佢同佢嘅仔啊，佢講親咧，對唔住，令到你啲，好別扭啊！我啲話想，唔好意思啫，真係唔好意思啫。咁咧就，但有一個媽咪，我見到佢叫親仔就乖仔乖仔，我真係好中意。我真的覺得我們真的神經常都說乖仔乖女，神真的很疼我們的，真的不要擔心，那你就聖靈充滿了，那你的人就輕鬆了。我希望你聽完今天你真的說，我回家都可以好。你看先31:3，我以永遠的愛一次，我以我的慈愛吸引你，神用他的慈愛吸引你。其實神的愛是聖經說了又說，我好感動，你都感動，感謝主，感謝主，真的我們可以在一個不同的心態，神的計劃就是這樣，我好感謝神，神將這個禮物給我，那你想不想將這個禮物傳開？你今天領受了，你今天領受了這個，你真的可以提醒自己，我是不是要再重擔？但其實有時候我都在很多要做的事情很急很忙，但我都說神啊，我要享受你，多謝耶穌，多謝耶穌，多謝耶穌。而事實上很多人是需要這件事，很多人需要，當我們有這種愛的時候，我真的你都成日都會欣賞人，見到人有什麼好的、啊、你真的好人，真的好，真的神特別的恩典，任何一樣東西恩典我都覺得多謝耶穌。我希望真的我們真的對神有回應，我可不可以一起起身愛我呢？主耶穌，我愛你，主耶穌，有你的愛充滿我們的心，有你的愛感動我們，釋放我們。